12月28日某节目现场，周涛现身亮相，让大家大呼过瘾。51岁的周涛气质和状态真的太好了，让人羡慕不已。作为主持人的他还在节目中配了哪吒和追捕，不得不说女神就是女神，一开口就惊艳了全场，对于声音驾驭能力真的太好了，特别是在后一段里面的抑制腔真的是太有感觉了，可谓是宝刀未老，让不少网友直呼不看画面完全猜不到是他。非凡娱乐时